挺真可以玩，二十帧快呀，噼里啪啦。他跟万叶组合到一起，这叫晴空万里队。客情武器拨乱月白晶晶，生一物两如雷，一命的天赋888，面板这样雷电将军。武器拿的鱼货，生一物四绝缘，零命的天赋九级一技能十级大招，面板这样的星丘。武器西风剑，生一物四绝缘，天赋九级一技能九级大招，面板这样的香灵。武器何不渊，生一物四绝缘，命作零命的天赋七级一技能八级大招，面板这样。万应特武器暗下闪光，生一物四宗，天赋十三级大招。荒龙一斗武器白影剑，生一物四滑管，天赋九九十。五郎七十级疾风猎弓，生一物随便带的，没怎么强化，真的是闹心死了。四中离武器一级西风长枪，九级一九级大招心海。武器拿的一级不讨论一阶谈，生一物四海染，天赋八级一。万叶武器祭礼剑，生一物四风套，天赋六级技能七级大招，精通八百四。陶主武器拿的铁风刺，天赋没有升。我靠，他这个号可不好打，只能这样了，对吧？没招了，就这一个办法了，来试一下。哎我的妈！他这一队伤害还可以，雷国的话也是合格的。然后接下来看看斗子哥那一队伤害，看够不够打事儿。刚才打鸡哥应该是一分二十多秒。哎，谁这一队怎么感觉充能不够啊？攒一下充能吧。我看神儿杠三能满，神儿杠二能满，不着急，他这个是满的，我们不用太着急。来，这大招，快一脚，来无响的一刀，重坤，重坤，秒了他，再见。半特给大，五郎给大，给一，斗子哥给一，普攻开大，普攻，重坤，重坤，小牛牛。重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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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牛牛拿下，这十二杠三肯定打不过去了。哎呀，有点悬呐，兄弟们。十二杠三，阿晴能不能站起来？靠点谱，投点心，行不行？天灵给大，哎，无响的一刀，帅呀！雷国还是有强度的，还是可以的。啊，五十多秒能解决，下半场真有戏啊！五十多秒就拿下，有戏有戏。来俊，星海给一，靠主给大，再给一，来万叶染，不行，见光主王。